完了，被重来先来了。 我操！这个果实本来要刷了，我们巴德又来了一下，又没刷了。你们觉得维恩的哪个手感好啊？是摄魂还是这个摩托车啊？我感觉这个手感也还不错，摄魂的也挺好的。 上中也死完了，一杠五吗？我们中路，这遇到通天带了，对面。我要怎么出装能打五个？哇！ 哇！哎，老子死的是真冤枉啊！你妈的，全死了！哇，完了呀！这不，我太大压力了，兄弟，这样子冲上去，这赵信这装备开个大招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。 冰拳 EZ 了吗？现在啊，不是，这又是什么？他也没有点信号，莫名其妙就开个大招过去了。我操，这哪是人啊？我操！ 那我们这中路是演员吗？不是吧？太夸张了！太……哎呀，我玩不了了，玩不了了，GG，玩不了了！这是什么呀？这两个太夸张了！ 你他妈开大呀，道士！配合一下呀，道士！能杀人的时候他不开大，不能杀的时候一个大招开过去了，到底在干嘛呢？
们要打，梦魇又不开大，冰女又这么直勾勾走上去了，我他妈站后面不活着也没用啊，我不知道怎么配合，我操了。为什么这大龙？不是这大龙在打我们的人呐？不是我们在打大龙，这人呢？跟他们站一起就要被开的，我只能在旁边看。坏了，还好有掉了。哇，我这波杀完了，我操！哇，兄弟，这个分段是什么分段啊？怎么能让人如此的红温啊？这个分段，啊，我这波真杀完了，我操！他给我一个大放过去，给我放懵了。他刚有干锅可以给我用一个，我用一个我也杀了。说了抱团也不抱，这你还要闪吗？卖一下，兄弟，有没有坦克啊？哎，你的坦克啊！我操！兄弟，队友除了给我发撤退，哇，没视野了，兄弟，我很怕这个赵信直接 Q 三戳起来把我秒了，完了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一波了，
好 Q。哇，这我霸断地宫啊，好玩，好 Q。多了。哇，真不容易，还好有个杰斯啊，靠我一个人肯定不够。巴德小段，你就看这巴德吧，兄弟，有你几分风范，有的时候像个人，有的时候就是个牛魔，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牛魔。小段，你就学吧。